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皇家的长女黄子婷。我每一次都会去相亲，可是每一次都失败，没有桃花运，怎么可能呢？不过有一天，在戏里呢，我是饰演肖芳芳，我是美甲店的老板。那么我在戏里呢，是一位非常热心助人的人。我叫肖天天，我是他的弟弟，他们呢都是经常叫我小甜甜。那我在戏里面呢也是很热心助人的，我们两兄弟都一样，我每天呢都会煮一些午餐啊晚餐啊送给邻里朋友们吃啊，都是免费的哦。富贵平安，周一至五晚上7:30八频道。大家好，我叫和珅，在戏里面是演一位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童冰玉，我在戏里面呢饰演那个富贵平安里面的二姐，也是这一间诊所的黄子珊医生。大家好。